接到通报，在这个中和区的这个中和路40巷口，有发生一起民众遭犯嫌强压上车的妨碍自由案件。我们本分局立即派遣警力前往调查。那经过确认那案发现场有2名的犯嫌，驾驶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将一名李姓的被害人强压上车。我们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且动员线上所有的警力来实施拦截围捕。那在21时25分许我们就在这个圆山路上的一间汽车旅馆门口，有发现犯案车辆的踪迹把这个被害人囚禁在这个旅馆的房间内。那由于情形急迫，我们警方随即破门入内展开搜索，那也火速的救出这个当时双手双脚遭铐正在遭受凌虐的这个被害人。那同时也逮捕在场以陈姓犯嫌为首的这个4名犯嫌。那并且在现场跟犯案车辆里面我们共查扣犯案用的这些这个证物手铐2副西瓜刀2支铁锤1支空气枪1把等证物那同时也查扣这个2级毒品安非他命45.4公克大麻12.8公克等相关毒品。那经过初步了解这个陈姓的主嫌跟这个李姓的被害人他们原本就熟识那日前疑似有发生这个毒品的纠纷，这个被害人潜入陈嫌的这个家中窃取安非他命以及这个现金等相关财物那这个陈姓的犯嫌为了要报复这个李姓的被害人所以在这个本日他就纠纵驾车从这个被害人的住处这个从被害人骑机车出门之后就开始尾随。那在案发的地点趁被害人下车购餐之际就上前犯案。那中和分局于案发后全力展开追查，火速于1个小时之内成功的将被害人从拘禁的处所救出那全案我们也在询控依这个刑法的四刑拘禁、恐吓、伤害跟毒品等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